啊，第一个要过的关卡就是西内，很难的关卡。而且他一路败步过来，其实体力很吃哦。撞爆！哎呦！哎，没拿到。照这个节奏来看，拿第二个 P 是很有可能的。骗你防御。四连击。门牙被踢掉了，车祸斩。哦，大不妙！我靠！不能被刺到，值得吗？三大病，大单的，
不够，很贵，是中甲，超危险，爆炸掌。上厕所。两次非常漂亮的 parry， 率先收下这一命。哎呦，这么危险哦！还不够，塞了个五发进去。完蛋！完蛋了 ！Oh my god！ 每一个选项都被西野给猜到了。当然，草产是在劣势，本来就比较容易被猜。但是西野是那个 condition 的很好，完全把草产要做的动作都逼他做出来了。大巴掌，二比零。感觉不好打 ，Sam's 打 Wario。不好抓定点，对啊。
那个小天使的时候维持判定超久，是小天使的，对呀、啊。哦，哇，就塞了一个小钢球进去。哦，这个可惜没拿到强判。漂亮。完蛋。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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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小拇指超痛。这小拇指脸被打破。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，对对，那个完蛋了，他拿到 platform 完蛋了，那一命就这样不见了，而且现在收掉一定还有一个屁在之后，对啊，对，嗯，终于收掉这一命，刚刚在 platform 那真的太可怕了。空恩，小天使，好痛！对啊，哦，漂亮！哎呀，这种没有 force， 这么可怜。刚刚 three spark always。团长现在真的很不妙了，这 tournament stuck， 在败部的最后一命，肩膀很，还有肌肉，对，肥肉和肌肉，真可怕。这次不止小拇指，好，我们恭喜新的晋级。也恭喜曹闪拿到第三名。